接头一个来破主持，嘉义县建设局为着举办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犯罪预防宣导演唱会，县建设局烦恼的落雨，还佫特别打起十号牌，邀请着知名乐团江海甲彭文良歌唱《毒品诈骗不要来》，多名县警也落场来伴舞。破主持长吴品瑞以及数百名的市民青少年拢到场，甲歌手来欢唱、抢答、提奖品，气氛热络，都参像是伫咧办演唱会。108年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为6月1日开始到8月31日为止，为期3个月。嘉义县建设局少年队、妇幼队到埔子火车头公园头前广场举办扩大犯罪预防宣导音乐晚会，并邀请知名乐团江梅甲彭文良到场助阵。落话宣导过程穿插轻松趣味的法律问答，赠送精美礼物。2点钟的演唱会愈唱愈嗨，反正就是陌生人不认识的那一种跟你莫名其妙推销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比较我们觉得很可疑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有疑问的，我们就赶快请教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那个警察局，或者是分局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都会很愿意跟大家解惑。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同学们，我们在暑期的活动暑期期间一定要做一些非常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一些活动。那个从6月1日到8月，6、7、8月3个月，我们办有一系列的青春专案活动。首先是那个现在的音乐会，下个月有3对3的斗牛赛，在8月份我们有那个七弹在中正大学，我们欢迎我们的年轻朋友来踊跃参加。我们提倡正当的娱乐活动，不要去碰触毒品、反暴力。如果年轻朋友碰到有问题，要马上反应，甚至报案打110，有警察来帮你解决。局长廖宗山致辞时，勉励青少年加参与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并提醒今年破获多起诈骗案的车手，年龄拢真轻，甚至是未成年，加上各类的毒品被制作成各种咖啡等饮品的粉，真容易被青少年误食。学生暑假唔当涉足，又不滥用高危险场所，更爱小心，避免上毒。被吸收加入帮派、参与诈骗集团，或者是从事色情行业。新闻就来成，播主持蔡宏报道。